这个江西宜春现在两条设备在同时生产啊，两条设备同时生产。这是一线，这边是二线，看一下这边，你看出油像自来水一样玩玩的，好大的油。然后这边是出渣，再看看这边二线，这是二线的出渣，这是二线。再看看外面的冷却系统，那个循环水冷却系统和这个烟气处理系统。